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翻到嚟上玩人啊，上怨人，好啦。咁上次讲到我哋就攞条锁匙系嘛，中咗一楼嗰啲咩？诶，跟住就行到呢个位咧，就同阿边个讲嘅，同我前辈啊。我而家身上有啲咩啊？特殊感谢神奇干。有咩漏咗啊？仲有漏嘅咩？嗯？呢一波嘢啊，有啲枯萎喎。盆栽嘅里面揾咗咁耐，家乐。哇，心之徽章喺某啲场景咧可以获得心之徽章，遇唔到咧可以消耗嚟获得提示。咁啊揾完啦嘛，哇，原来就系呢一个啊嘛，提示。我揾咁耐，原来系揾提示要消耗徽章。咁我哋撩嗰个嘢落嚟啊，撩个箱落嚟。好，跟住就开咗佢啦。盒子上咗锁。哇，密码锁嚟喎，或者可以喺呢度里面揾到锁匙啊？嗯，有本日记簿，无法流畅写一个字符，唔知系因为恐惧定系兴奋，谴责我冷漠、冷漠疯狂，但我明明只系得到我应得嘅嘢。不过呢啲冇所谓，只要拥有佢嘅理解，其他人嘅言语对我冇在乎嘅，都系话幸福系一种神奇嘅药啊！原本只是廉价，而家好似珍宝咁，显得更加美好。OK， 咁呢啲都冇特别噶啦。稍微有啲座椅乸页，会唔会同嗰个有关？咦，有一页咁嘅嘢咩？佢话成功咧，预料之中，太还太少，一直都是断绝来回。你要明白，有些牺牲无法避免。哦，咁我这个日记信息量还唔少，稍微有啲座椅乸页，唔知会唔会同密码有关？边一页啊？一月六号、一月十九号、二月一号、二月十号，嗯？哪一页啊？唔系好清楚哪一页系边一页喎？呢个好似我哋都睇过啦，呢封信。要解谜喎，呢度开始要。佢教几多个字啊？有四个字，四个字嘅密码。啊，一月六号写嘅，一月十九号写，都是幸福一味神奇的药。品尝到了幸福的味道后咧，特殊嘅日子显得更美好。佢话成功在意料之中，因此都没有感受到多少喜悦。二月一号，二月十号。断绝来往，被痛苦包围住，他脸上咧悲伤如此真挚动人。你要明白，有些牺牲是无法避免的。唔知会同密码有关，哇！真系唔知喎，唔系喎。有几多个时？有几多个咩先？有几多个嘅日子？一月六号、一月十九、二月一号、二月十号。嗯，一月十九，你得啦，打开啦，话咩声啊？除咗几个细嘅袋咧，有一啲金属文件，仲有一把锁匙，有啲破旧嘅锁匙。系好啦，咁样事不宜迟，一月十九号啊，喺边一度啊？呢一个神奇的药啊！我真的估不到啊！呢个点会估到啊？都不知边一页嘅真系。但我哋攞咗锁匙啊，都门打唔开，咦？真系仲未打开呢度，我哋 save 先。啊，呢间哎，唔应该 save 第一格。呢 RPG 最好就 save 另一格。呢个都打唔开，好恐怖！第一冇个声。呢度系咪用锁匙啊？嗯。喺呢度，
唔系喎，佢好似入门口嘅时候都要揿嘅，即系譬如我咁样，我得啦，开到啦，我哋系咪入去睇委托人啊？意外地有啲顺利，但佢唔系过去嘅，点解？挤翻个箱上去，啲嘢都挤翻去啦。诶、欸，做咩喺度？总之。一会只要保证个人嘅生命安全就得啦嘛。今日检查到呢度一切都好正常，睇嚟唔错。做咩一副咧闷闷不乐嘅表情？发生咗啲咩事啊？好，阿咩打起点精神堆啦？啱啱有个僆仔咧住入嚟啊，就系你隔篱啊，小燕隔篱，照俾你打一啲，不过都系可爱嘅孩子，估计咧好夹嘅。好啦，唔知点解最近好似会容易谂到嗰啲弱事，就连一啲模糊破碎嘅记忆咧，似乎都逐渐清晰，不停咁回忆啊，到底系为咗推自己一把，定系单纯得怀旧咧？伴随住呢个坚定嘅信念，打开道门，等待住我嘅系一涌而入嘅黑暗，一片漆黑。灯嘅开关应该喺呢度，开关咩都冇发生，系咪灯坏咗咧？如果冇记错，包入面有个电筒嘅，哇系。尽管光芒咧略微有啲暗淡啊，但系意外咧带一啲安心感。要快啲揾到个嘢，哇，好恐怖呢啲咁嘅，哇，啲咁嘅屋真系有个裂缝，什么都不做，哇，大佬，你摆都唔叫，，Oh my god， 好惊呢度咁，即系手入去，哇，咩嚟嘅把刀嚟喎？点解会有把刀嘅呢度？虽然话戴住刀套，不过咧，说实话感觉有啲危险。我系边个留低，或者毕竟冇人刻意咧会掉落个地板嘅裂缝度嘅。啊，皮套嘅匕首，似乎有张折起嚟嘅纸，质感好好嘅纸上似乎写咗啲咩嘢。你能揾到呢度完全唔意外，倒不如咧，果然我出谜题咧嘅技巧仲有好大嘅提升空间。按照说好的，下面提示通往答案名为 A F R O V 嘅门。A F R O V 系啲咩重要嘅？快再睇。哇，系好恐怖啊，大佬！点解啲咁嘅声啊？我玩恐怖 game 咩？咩事啊？一切请按照以前一样，将呢件事咧交俾你哋，都系十分放心，请唔好担忧。一切解决后咧，报酬绝对唔会少。当然啦，希望你哋能够记得，我只需要完美嘅结果。S 点 L， S 点 L， 感觉咧系感觉知道啲咩唔太应该知道嘅嘢，果然咧都系当作睇唔到咁好。感觉有啲唔对咯，封死嘅木箱。哦，咁样绑住咗喺度。哇！呢幅相咧画得好恐怖呢幅嘢，点解系佢咧？不过睇嚟真系有啲不妙。眼前被绳绑住嘅男人咧昏迷不醒，条绳咧冇办法用手解开，去揾下有啲咩可以切断呢条绳。嗯？我仲在生，你醒得太好啦！你系咩人？我系。我嚟帮助你嘅，真系可以嘅。你以为我会咁轻易相信你嘅？真系过分啊！被绑喺你嘅你咧，先似啲可疑人物，根本我冇办法反驳嘅。你又话嚟帮助我嘅，为咗实现愿望咧而愿意付出代价嘅人，哇！低人哋点解咁大声嘅？佢嘅心愿咧都系被传达到应该嗰个地方。我等先，好大声。所以活落去嘅咁希望嘅，你嘅愿望咧，我哋听到啦。我话你就系许下愿望嗰个人系嘛，系咁冇错，但系边个估到呢样嘢系真嘅？其实只系一瞬爆发嘅求生欲，你明唔明啊？一般嚟讲咧，愿望如果真系实现，虽然当时真系咧，不过而家缓和起嚟咧，应该唔成问题。总之系咁，哇！点解又有名睇咩卡缓？我见到佢就当作冇听过。为什么玩笑？明明咁真诚，许下愿望，而家又唔愿意。愿望唔系随随便便嘅嘢。我睇你先系唔认真嗰一位。你睇下，头先我从啱啱开始系讲啲奇怪嘅嘢。如果真系咧听到我求救嘅话，点解？
抱歉啊，果然讲呢啲都系太过分，而已经讲咗出嚟啦。不过确实，等我阵啊，我校翻大啲先啊。即系呢个 game 一不小心太激动啦，啱啱我太冲动啊，条绳我帮佢解开，但系而家咧反悔唔到，愿望呢啲系冇办法撤销嘅。而且我察觉到你嘅愿望仲未真正实现，系我唐突啊。虽然咧唔大方啊，拜托啦，交俾令人放心嘅掩啦。我系卡尔，我会努力保护你安全。咁，大镬佢唔记得佢仲好虚弱，我先帮你解开条绳。你还好嘛？又嚟，冇呢条绳，麻烦你帮我拎啲药出嚟，有嗰就好好多。晕咗佢。OK， 佢原来黑咗块面就系晕咗咁嘅意思，佢成块面黑咗。呢啲咩噶？出去者不欢迎你。做不到已经冇可能啦，等等，大概唔系针对我个纸条，作为警告你嘅药我已经收埋，而家反悔咧，仲可以放你一条生路啊！绝对俾我揾到嗰啲药，点解同一张纸咧当真？嗰瞬间似乎有啲咩喺脑海中一闪而过，总觉得线索啊已经系知道啦，先在附近找找看，打不开，会有类似药的东西喎，唔喺佢身上，又俾钉钉住咗，钉得很死。关细声啲先。80% 啦，黐线劲响，突然之间暴响头先嗰下。O K， 只需要完美嘅结果，唔知咩嚟呢个都系。可能都系要再细一架到谂，咁啊差唔多啦。真系太响啦！头先一开始嘅时候，师傅先有机会唔系呢间房啊？会唔会而家不能回去？咁即系都系呢一度啦。空死嘅木箱，诶，嗰边有得行噶？冇啊，打不开。我身上有啲咩？皮套，咁好大机会用呢个皮套咁样开啊。系啦 ，OK， 打开啦。虽然咧叫开嘅时候将个门咧整坏咗，不过反正咧等任务完成都会帮手消除，所以应该冇关系。再唔得，再揾主人道歉。咦，你未睇里面？有张纸之外冇其他嘢啦，不过仔细睇咧，似乎黑住啲咩？阅读纸片先啦。虽然咧呢一个唔系我擅长嘅领域，不过为咗你我会努力。我俾你嘅挑战就系嗰支咧揾到我收埋嘅笔，至于收埋喺边就系旁边嗰个柜。咁样收埋嘢唔系我强项，不过为咗增加难度，柜俾我锁住咗。至于密码系人工嘅心愿，会有我为你准备嘅线索。毕竟系你最中意嘅笔，请努力。虽然我相信呢种谜题对于一直喜欢嘅你嚟讲咧小菜一碟。人工心愿，调查黑人。哇咩噶？什么东东啊？咩嚟噶呢个？啊，睇下先，个共通点系啲咩啊？有冇共通点咧呢度？好似冇乜共通点，有冇咧？睇下先，冇共通喎、啊。就算有，都系讲紧，咦？唔系我有、啊，有五款都系同一样噶、啊。亦都有三角形同埋正方形都一样，即系嗰个菱形啊，啊菱形。咁啊呢度唔好理住，因为我唔知呢个咩嚟。而家冇得行啊，仲冇得翻去。心愿呢个啊，阅读纸条，名为 A R O F O V， 封死嘅木箱。啊唔开咪用呢个开啊，似乎不是这样做。旁边嘅柜子呢个嘛，呢度有牌掣，揿掣。哦 ，OK， 排次序，咁我哋睇一睇嗰个黑人啦。咁我哋睇下个分别啦，佢就要揿五个掣嘅，揿五个掣先得嘅。咁我哋要睇一睇点样先
符合五个掣嘅谜题系啦，五个掣佢就揿一二三四五嘅，咁啊睇一睇啦。咁点样先为之呢一个咩咧？为之呢、這、一个诶呢、這个谜语系点样咧？我哋睇一睇呢个有冇关唔关事 ？A F R O V A F R O V 关唔关事？有机会 A F R O V 我记低佢先。A F R O V， 好似唔系好关事啊，关唔关你谂下先，应该唔系好关。有杂物喺度 ，OK， 咁呢个都冇嘢睇嘅。我哋再睇个封信啦，有封信嘅呢度。在人工的深淵会有我为你准备的线索，就是讲紧头先嗰个罅位啦，旁边嘅柜就是隔篱嗰个禁制嗰个位，为咗增加难度，柜俾我锁起来嘅。至于密码喺人工的深淵会有我为你准备的线索，毕竟都是你最中意嘅笔，请加油。下面是提示，通往大伯的线名为 AFROV 的门。AFROV。AFROV。AFROV。有啲难度，我觉得我是时候要用那个碎片。我先 save 一下先 ,save 首先。跟住用碎片看一看啦。我唔系好清楚呢度点玩。上边你已经注意到一共有五个掣，这个黑印中每排有五个图案是巧合吗？此条咧提到嘅人造深渊咧，实际你应该已经知道喺边度，喺嗰度咧可以获得线索嘅单词。不过每一换过到单词本身并没有意义，不妨考下每个字母嘅形状，话唔定咧形状咧对应住黑印中嘅图案。讲到呢度，我谂你已经知道，只要按照顺序揿，哇点？吓 ？A F R O V 代表住个表个嘢？啊，等下先。A F R O V 代表呢一度五个图案合埋一齐，又或者系拣一个。其实我都有谂过，但我谂唔到点样代表一个英文字母啊。因为佢本身话英文个单词就冇意义嘅，咁就代表嗰个单词咧就系净系睇个外表啦。呢度点样睇得出系 A F R O V 咧？呢度一排五个字母 A F R O V， 咁佢讲话表情系咪嗰个外表？好啦，或者我谂到啲嘢，我先将个英文字母写咗出嚟先啦。我自己估计会唔会系将佢调转咧？会唔会咧？试下先。唔似啊，调转都嗱，的确望落都几都似似地嘅。哇，呢、這个真系，哇呢、這个真系好恶搞。A F R O V 点样可以出到咁嘅字母啊？试下揿三一。什么都没有发生哦，我哋睇多次嗰个咩啊？因为佢可以四佬大发噶，我哋睇多次呢度五个按钮，这个同黑印中每排有五个图案是巧合吗？黑印每排有五个图案是巧合吗？纸上提到嘅人造嘅深渊，实际你已经知道喺边度获得线索嘅单词，不过。换一种角度嚟思考咧，单词本身冇意义，不妨考虑下每个字母嘅形状。每个字母嘅形状，话唔定字母咧对应住黑印中嘅图案。黑印中嘅图案，讲到呢个你已经知啊，只要按照顺序揿啦。咁佢冇讲到系调转或者咩啊，咁就应该唔关事嘅。系啦，咁就应该唔关事，调转就应该唔系嘅。好啦，咁我已经睇咗嗰个攻略啦，但系我都唔系好明佢讲咩嘅，系啦，我睇多次啊呢度，我真系唔好明啱乜啊大佬，我先试下啱唔啱先呢度，系我试下啱唔啱先，
我真系唔知点玩呢度，系咪咁啊？柜子打开了，有了，哇！点玩呢个小药瓶？冇记错咧，将笔收埋，明明得药，除咗之外冇其他，点解会四一四二一咧？我想知道，我哋睇多次先。哇！我真系头都爆埋喎。人工深渊。四一四二一嗰个意思系边度啊？四一四二一，我哋排 A 一开始系 A， 咁第四啊，点解可以代表到 A 咧？佢系完全同我预想预期中完全唔一样喎、啊。呢、這、一个表四一四二一呢度系代表 A， 呢个亦都代表 R 系点样啊？呢、這个代表 A 啊，唔通咁样斜睇啊？咁 R 又属于边个啊？呢、這个系 R 唔通？唔系啊嘛？咁儿戏 ？F 就系一 ，F 又点样睇到 F 咧？呢度哇，我真系搞唔明。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啦，系啦。